好，来，咱今日继续讲吼，讲迄个就是讲国民党诶代志，国民党过来台湾诶代志。咱先讲吼，即、這个拄啊，咱即、這个日本拄啊战败诶时阵吼，咱台湾嘛算战败啊，天龙化战败，咱就战败啊。啊，就用一般命令地号叫蒋介石，你记诶，伊是叫蒋介石，即、這个美国人去占中国，搁占越南。够台湾，蒋介石，伊就派伊个国民党，伊个国民党，迄时伊国民党个军队超400万人，伊就甲人，开始做分配。伊迄个主要伫个，伊吼国民党主要伫个中国，伊吼即个蒋介石甲国民党拨20几万人来越南，伊嘛去占领。啊！伊占领的将军叫做卢汉，啊，卢汉入去就抢越南，这是真的。越南人嘛，知影讲国民党是土匪，这是越南嘛，家己有写历史，国民党土匪。所以越南后尾伊为啥物反这个啥物反美国，原因嘛是伫咧遮，因为你派国民党甲我抢。我问你，国民党啥物人派入去越南的？美国。所以越南人独揽美国就是安尼。甲你派蒋介石甲我抢，你知影意思无？所以越南人独揽即个国民党甲美国，这是真诶，这是越南人诶历史。你若毋信，你去问越南人。伊真诶啊，迄个真正一般民意地要是叫蒋介石，蒋介石派伊国民党去抢越南嘛，所以越南嘛叫国民党抢过啊，真诶啊。啊，人后尾越南人都甲跳，胡志明都甲跳。联合法国，甲遮几个国家，甲国民党诶部队赶出去，所以即个国民党就伫咧越南，伊鼻仔摸伊就走啊。啊，迄个时阵吼，伊吼剩吼占即个中国甲台湾，啊，咱台湾主要是派陈仪啊，啊，陈仪过来台湾就设即个啥物行迄、那个行政长官公署啦，啊，共诶嘛伫台湾就抢啊。甲越南共款拢抢，啊！国民党伫中国大陆嘛抢，所以人讲国民党是土匪啊，这是真诶啦。咱今日讲诶，就是战后了以后，然后，即摆你讲诶，这啊，8年抗战后的疯狂，国民党无止，登科丢民心。他丢哪里的民心？丢中国的民心，丢越南的民心，然后又丢台湾的民心，拢淡掉了。反正伊都是用抢的呀，所以人讲国民党是土匪，这点是真的。伊伫中国嘛安尼，伫越南嘛安尼，伫咱台湾嘛安尼。啊，后尾上衰啥物人？咱台湾，国民党过来就抢，甲伊霸咧，甲即摆拢无走。伊用各种的理由甲美国乌西啦，甲美国骗啦，甲美国找借口啦，讲你们袂走啦。一句话，伊就歪走啦，尻川坐伊歪走啦，嘿啦，啊！伫个台湾遮吃香喝辣，啊！你台湾人不要甲赶走啦，你会传迄个啥物？胡志明安尼，联合法国甲即个国民党赶走，嘿，啊无你会传共产党安尼起义，甲国民党赶走，台湾人上戆啦，你知意思无？戆精啦！叫国民党爱过来，甲你糊弄一下我，你就规个消去啊，规拢戆去啊！啊，那我叫说，你阁变甲国民党同款个啦。所以你即摆台湾是政治力，你就是，你就知影你艰苦，但是你毋知影你要安怎。你就爱联合美国甲国民党赶出去。你爱学胡志明，你毋通比胡志明阁较戆，人胡志明足巧，较紧联合法国。甲国民党赶出去。人讲到实话哦，越南人较巧，胡志明较巧，伊也联合起来甲赶走，啊，咱台湾无都赶袂走啊。照你讲嘛，爱甲国民党赶走，因为国民党这批人讲的都是土匪，迄行甲对人拢歹收呢。伊嘛本来国民党要流亡去菲律宾啦，菲律宾讲卖，你卖甲来，你卖甲来。菲律宾迄个时阵是美国的殖民地啦，
啊，美国嘛讲啊，无你收国民党诶啦，你甲菲律宾个菲律宾我话，免谈，那么啥子土匪干即来吼，我讲伊就未走啊，人家免谈，人都歪收啊，啊，人都歪收上个无啊，都啊无甲你下咧台湾啦，干咧今日台湾人就随小心着国民党即部屎啊，你该听有无？啊，即摆伊霸你唔走啊！啊，佮甲你插一支旗啊！中华民国，甲你台湾人就衰潲，你就甲遐国共，你就共产党甲国民党的中国内政的问题，你就背袂清啊！嘿啦，你就规工人阿强要甲你武统是有原因，因为你收国民党啦，你袂使收国民党啦，迄人要歼灭啦，啊，你就甲收啊！但是这嘛毋是咱台湾人要收的呢，咱嘛无愿意啊。结果伊过来了以后，伊就去只官庙讲，伊就甲你台湾人拢甲你饲落底，拢甲你变国民党诶啦，吼、哦，拢变做中华民国诶国民，啊你死啊你害啊！你即摆拢调诶即个国共内战内底，即、这个问题啊即摆，国共内战还未停战，所以随时还阁会拍起来呢，你知影意思无？所以你看你吼、哦，台湾人看你偌衰潲就好，好诶你拢无啊分，你拢分着国民党，分着即帮土匪。哦，咱今日讲的就是这個。哦，来，咱来讲国民党伫中国大陆做啥物歹代志？啊，同款国民党伫中国大陆有做，伫台湾嘛有做，拢一模一样，就是用抢的，抢的甲台。拄啊抗战胜，拄啊迄个八年抗战了啦，或者不管拄啊战后了的时阵吼，国民党就抢劫啊，蒋介石派国民党遐官员吼，去迄个中国大陆做接收，伊去接收东北甲即个华北，吼甲华东即个所在去接收上海，因为迄个时阵，规个中国一半阁属于日本的，一半属于日本的。比如讲倒位呢，比如讲迄个汪精卫中华民国伫咧南京，吼啊甲北京一大片，吼迄个蒋介石派伊人。入去做接收，派国民党的官员入去接收，佮派去东北，啊，拢甲五子登科啦。啥物叫五子登科呢？去，甲原住地遐有诶官员甲杀掉。嘿，伊甲讲即叫做汉奸，反正阮咪找一个借口，甲你收掉就对啦。啊，甲遐人杀了以后，甲财产拢归拢甲霸占，甲咱台湾同款过来杀人。哦，啊嘛，甲遐啥物，遐人比较好个人的财产拢霸占，同款国民党就是五子登科，抢啦，啦，我抢较紧啦。哦啊，所以国民党人讲的伊的军纪就歹个啦，伊的迄个吼素质甲伊的纪律甲伊的即个军法拢就歹，根本都无法律，所以人讲的叫做土匪啊兵啦。迄叫做兵匪啦，是兵啊嘛是土匪啦，所以我甲讲，伊个叫做土匪啊兵啊，土匪兵啦，去着抢啦。啊，你若无我抢，我甲你杀啊！啊，这拢真诶啊！这人中国人今个记诶啊，去国民党较早一辈土匪啊兵伫中国内底做啥物歹代志啊？啊，伫台湾共款伊嘛有做，拢共款诶。所以我讲。这个没有诬赖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本来对就是土匪，嘿，用抢的就对了啦。啊，这批土匪啊，伊就是受到美国的保护啦，所以美国叫中国人今万分甲惊的，就是伫个只，就是国民党。你美国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你为什么支持一帮土匪啊？所以你美国你无讲道理，我嘛无要甲你讲道理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讲。美国你解决中国问题时，伊爱先解决美国家己的问题，就是爱甲国民党消灭掉。国民党是足歹种的呢，国民党是比共产党搁较歹的中国人。我嘛爱讲，共产党唔是啥物好人啊，吼、哦，这咱吼大家承认。但是我甲你讲，国民党更加唔是人。哦，安尼讲你听有无？哦，所以。美国你解决台湾问题甲中国问题，一定要处理国民党。嘿，啊无这个罪恶哦，我甲你讲吼，拢未消停，拢直接犯罪。
就是拢即帮人咧犯罪啦，拢咧制造事业，拢即帮人啊，就是国民党啊，这是真诶啦。伊就是两面三刀鬼，甲美国讲诶是一套，过甲共产党讲诶一套，甲中国人民讲诶一套，搁甲台湾人民讲诶搁一套，甲国际社会讲诶搁一套，拢靠骗。上毋正经就即批啦，中国人内底上傲笑诶就即批啦，垃圾，真正。所以我甲你讲一件代志哦，你若毋信我讲诶哦，你若有去中国大陆佚佗，你去问国民党诶风评，拢足歹。非常的歹，我跟你讲真的。人家讲这国民党你慢下等啊，不用讲，连讲都不必讲。我们不要这批人，你知道吗？哦，因国民党慢下等啊，一句话，人真的啊，人家习近平也下死命令国民党不要给我回来，连共产党都很讨厌国民党哎，我跟各位讲是实话嘞，你知道吗？你看哦，共产党都足恶的，你搞看。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恶，我讲的是实话啦。国民党是比共产党还要烂的中国人。你看国民党这批烂烂的，就真的是烂。哦，你听好不好？啊，咱台湾今足衰小的，输了这批全世界上烂的啦，就是国民党这批。你看国民党迄个子孙啊，今天还长那个样子，七十年啊呢，回。咱互伊改良三代，干嘛是安尼呢？嘛是迄款烂样呢？迄无救啊！他没有救啦！伊也无变啊！伊就改祖先同款啊！我甲今日看国民党干，迄嘛是迄土味样。我一个看干，这嘛是土味啊！讲迄种话干，迄就是干那流氓土味的呀！嘿啊！啊，哪有啥物变？所以国民党这七十几。这七十几年来，伫咱台湾的观念拢无变，嘿，他还是那个样子。啊，美国甲即马国拢无处理，嘿，拢伫甲暗号。所以我甲你讲，这代志拢还袂停嘞，拢还袂好，我恁就只有罪恶啦。你美国无甲罪恶甲堵堵掉，你伫甲暗号啦，你伫暗号就批罪犯啦。所以人中国人民嘛无放你耍，中国人民今日讲的，阮中国今日不管遮尔啊惨，你为什么派国民党来当官？你若要你家己来嘛，你知意思无？你为啥派蒋介石国民党甲你袂管？我若讲我今日站咧中共的立场，你袂嘛做袂爽。我讲实在话，甲你尔，你派迄帮土匪甲你袂抢。我准讲我是土匪，我嘛无用抢啦。我是阿强啊，迄种土匪，甲你袂嘛无用抢啦。你知意思无？啊，所以土匪嘛唔管啦，人迄帮另外迄帮土匪嘛唔管啦，甲你甲派国民党迄批土匪甲你袂抢啊。所以这个万分人今日搁跌啦，所以你美国你处理中国问题，你就是无处理国民党啦。国民党这批吼，我讲，那迄个兄弟中国大陆拢死了，你卖甲收我讲，你反正今日无中国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没有那么大，就带外来了呢。哦，你就带打一场越战安尼尔。你吼今天还有机会和好，啊！你今麦这批做完，你给我留去台湾，还好，安尼嘛未好。啊，台湾嘛，无要甲你好，嘛袂好，拢下咧规个空嘴，拢下啊，就是无好啦。因为你这批罪犯，你无甲处理掉啦，这批爱处理啦，因为这批人是足歹。国民党行到对人拢歹呢，迄越南人嘛歹，我讲就是真诶，无你去查越南诶资料，你去查咱台湾，甲今日阁拢啊袂好。中国大陆人迄边的资料拢放出来，干国民党较早伫阮中国做啥物歹代志，干全部拢有啊，也到规个拢是啊。人啊，即马讲国民党要倒来，干恁娘你莫甲倒来。人习近平嘛写一个使命令，你莫甲倒来。你若要有国民党，你绝对莫甲倒来。这拢是真的，拢公开，我无袂讲啊。所以咱你讲的讲吼，今仔即个国民党内底伫中国内底做偌恶，我讲我只有举一些例子而已啦，它很非常多，恁哦。另外，家己上网络去看，哦，咱嘛今日讲讨论讲，即个台湾的中国问题，就是第一对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蒋介石甲国民党，你美国爱用军法甲处理掉，上军事法庭甲扁掉，那个没有办法，那一种人没有办法留，无在条牢啦，你就是按摩迄批罪犯，所以人中国人今日嘛无要放你耍，台湾嘛今日个政治联姻。有吧？
拢虾米人造成诶？滴滴暗号蒋介石甲国民党，所以这是有中国问题甲台湾问题实力来讲，背后是美国家己引起诶，你家己做得来诶啦。啊，我今日讲诶，这就是罪恶诶问题，你拢无处理，拢伊家下咧，我甲你讲，你著下只烂，下只臭，后尾规拢歪你美国。你迄个吼，你吼，我讲你吼，你吼，即个罪恶你若无处理，你就一直拖，啊，佫会拖去你美国，即摆拢拖转去美国，我你就伫个遮，啊，拢吼，规个摆拢伫遐收费，敢若你钓迄个咱即摆钓的即个 SARS 甲流感即种的同款，拢伫喂，啊，你就是唔处理，你就是甲国民党下台湾臭，我就感觉。美国内底有一帮人真正底屎，那个脑袋真的是装大便，食屎啊！真正的啦，甲国民党这批遮烂人留的，你敢唔知伊造成足大个问题吗？没有错，所以今天我来讲，你讲台湾问题甲中国问题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国民党，你爱甲处理掉。嘿，这就是恶性肿瘤的啥物？嘿，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盖的国民党啊，他真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呀、啊，你也要承认啦。你这老你美国家己嘛知影讲，我要甲蒋介石的国民党有一段时间，你嘛想要甲提掉，你敢唔知伊会歹？你嘛知啊，所以你要甲提掉啊。但是迄时阵拍安战，你就讲哇，啊都无大生气咧。啊，迄个即个问题就是伫个，国民党一定爱处理，爱甲送军事法庭甲判重罪。这一定要入去的，无这我讲，这无在，这人无要消停啦。人中国一直甲你围追，台湾的问题拢无解决，对无？啊，这规个东亚拢在乱，就是国民党。所以这国民党实在吼，我甲你讲哦，真正是足毒的，很非常的毒啦。啊，佮甲国民党遐人后尾佮渗透去美国，甲你污染精华，你规个美国规个政治拢乱了了呀。啊，伊佮等于甲。共产党加一个更加歹的，了以后佮美国创到今日美国鸡飞狗跳，你有看到无？迄你家己造成的啦，你这批早都要修理掉啊啦，这批人死一百件哦，我死不足惜啊，就是这唔正经，伊都吼行到地都拢做遐上歹的代志啦，所以这批国民党这批子孙啊，我讲是比吼共产党佫较恶的啦。就傲笑的，我讲实在话，这批不是什么好货啦。好，咱来讲，伊伫中国做啥？我讲哦，伊伫中国有做的同款嘛，伫台湾拢有做，哦，拢同款。嘿，人讲的吼，这个牛扛到北京嘛是牛，我讲猪扛到北京嘛是猪啦，扛到堆拢猪啦，它还是长那个样子啦。好、哦、来，你用去看一部电影，就有名，迄《建国大业》，迄中国人拍，我捌看过。他总共拍了三个、四个东西，讲国民党啊，有影人的戏内面，里面是真的，国民党就贪污跟腐败，嘿，拢有笑，哎，真正是偷鸦啦吼。伊讲吼，国民党当局在日伪占领区接收了相当大一笔物资财富的同时，却因为接收中大规模的贪污舞弊而失了什么全国的民心，成为其在接踵而至的内战中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好，伊哩讲的就是国民党的军队行到地拢抢，嘿，就是哎啦偷拐抢骗，啊，都甲做偷鸦用用抢。你知道意思无？哦啊，所以一是民心，这就是最大的重点。这人中国人家己讲的，这嘛是真的。啊，伊过来台湾嘛做，伊伫越南嘛有做，我讲的拢真嘞。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国民党伫个这大个所在，我讲人拢做讨厌。哦，增强战利品的一场混战，讲我简单，因为都要拍呀。日本佬足地大战伫个中国甲咱台湾啊。包括越南，哇！国民党入去拢抢啦，嘿啦，哦，
啊，我就抬啦，我甲你抢，你若不做，我就甲你抬。哎、欸，哦，就是哦，入面就是做这个工作，抢甲抬。啊，所以人讲这叫土匪啊，哦。啊，过来咱看伊内容伫个对呢吼，反正我甲你讲啦吼，有价值的入面拢抢啦。嘿啦，啥物黄金啦，尤其是黄金啦，这伊上爱啦。嘿啦，啊，看有啥物一寡物资无？看有糖哦，还是米，还是油？你知影意思无？吼、哦，还是加较贵重的物件，伊来看讲这会使，伊就用抢的。吼、哦，反正这拢是抢啦吼、哦，我就不爱讲伤济啊啦。我就甲你讲诶，国民党就靠抢甲靠骗，哦，一样吼、哦，这个也是抢啦吼、哦。哦、我们来看他里面讲的他讲一段话的话齁。一共至于不孝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再多用损失更所不至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对吧？哦，伊要入去了以后，伊就把这个区域封锁起来。哎、欸，这拢我国民党诶，啊，同款，国民党诶部队入来台湾嘛，同款，你捌听过烫口去有伊无？迄一挂老兵啊入来了以后，迄机啊哦，伊就找一片看一片土地，足大场诶几啊家，嘿，伊就把伊裤烫落来，吼、哦，啊用竹篙甲插起，啊甲插落。讲这片土地我的，啊人讲迄叫做啥，烫口去围，啊这危险的代志，嘿，啊这就是差不多甲这讲的。所以我讲，国民党伫中国做足恶霸的代志，赶快过来台湾，赶快卖用枪，嘿，啊这今日拢我未处理咧，嘿，所以人中国甲台湾人民拢要找国民党算这条数，包含美国。嘿，你为什么放国民党这批土匪去抢中国，搁抢咱台湾？你美国爱解税啊？你讲的，你即马是主要占领全国，你即马去解税这个问题啊？你家己爱上军事法庭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你为什么放国民党这批土匪去抢中国，搁抢咱台湾？哦，你爱去讲解税？哦，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因为这不是我做的哦。你这个问题若无处理，我讲你永远拢有中国问题。你最好美国自己认罪悔改，你家己爱改，哦，你美国家己爱先改，讲阮伫处理中国问题有问题，倒个问题，阮派蒋介石入去，啊，用国民党甲中国人民抢，甲台湾人民抢，甲越南人民抢，你也上来要回一下是咧，你美国到今天都没有做这种动作，所以人不会帮美国说，你打赢又怎么样？我跟你讲，你搁这嘴哦，我来讲你拢无处理。所以你美国在亚洲一定没完没了。我跟你讲真的，你这最后也无处理，我讲你问题，我来讲上帝要追，上帝要约这条，这无我的代志啦，因为这不是我犯的啦。我跟你讲有这个代志尔，我嘛无法度跟你约啦，但是上帝跟你约，你知影无吼？撒旦的嘛跟你约，你知影意思无？上帝嘛跟你约这条线，啊，这不是我的问题，所以这叫做主权问题。主权问题就讲卡着你犯罪的问题啦。你要怎去跟上帝讨，而且这无我的代志，因为这不是我做的，我嘛不用替你讨这个问题，因为这我不用讨啊，这也不是我做的啊。哦，解铃人须系铃人，我就跟你讲有这地。哦，国民党甲蒋介石这帮人，你若无处理，我看你这问题，你永远你拢未收煞。你看，你哩哦，才敢打越战，我敢打中国内战。啊吼，搁伫台海才制造这危机七八十年，你看你到即摆拢还袂消停，原因就是国民党这批蒋介石你无处理，我想无你为啥要甲暗号啦？这帮人足歹，非常的差劲。嘿，我甲研究了，干这个规拢国民党因造成的啊！你行到地拢笑，这种人行到地人拢无爱啦。你下咧中国这种人啊，无人要爱，人较紧甲你赶来台湾，甲你赶出去啦。啊！去越南人胡志明上翘干你，较紧联合法国甲呼出去啊！干啊！干啊！咱台湾人无法度，你都爱收，
收到这批西马，就是国民党。所以战后吼，美国处理台湾问题内底上唔对，就是甲国民党下来台湾，你知影无？啊，这阿扁也讲了上好，伊讲诶台湾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上侪对，就是国民党迄批中国人上侪啦，拢伫台湾做事，有只拢乌白乱创。这是拆困的，台湾现在变拆困的。我说的是真的，你美军进来，你这多少要处理的，你知道吗？这整个现规都罪恶的，都犯罪的。啊，表面都在做假，都说哇，台湾多好多好，我说其实你这个乌开，我跟你说，全部都犯罪。嘿，嘿哦，敢那一块茶，你外面看都好好，但是内面哦，却有白虾吃了了。嘿，整个内面都烂去啊！嘿，啊，外面看起来水水，你拢无感觉，哎、欸，看起来都好好啊。但是我甲你讲，你手啊，甲戳落了以后，哇，但拢空诶，迄就是整个内面拢烂了了，食了了啊。台湾问题，台湾即摆就传安尼啊，整个内底拢空心诶，叫国民党迄批食了了啊。你看你以后，你美国爱贴偌济钱咧台湾就好啊。我甲你讲诶，拢真诶，你看着办。我对迄旁人足了解，我都知影伊伫乌啥潲，骗做诶拢无一人正经诶，即批就是吼足傲潲诶，哦啊，所以这是中国人民人因讲诶，讲即干国民党较早伫阮中国抢，台，哦，哦，这吼、哦，你话权力没有结束贪污。腐败成风，有无？拢共收金条，有无？吼、哦，拢咧共抢着对，反正去拢抢啦，啊，拢共抢厝，共抢金条，抢豪宅啦，嘿啦，拢共抢，啊，抢来了以后，人讲会烫高以为，哎，即久阮会晓，你袂使讲以为哦，啊，共人民拢挂出去呢，迄是足恶霸呢，伊无爱用大讲伊个呢，哦，所以人讲会土匪啊，哦，啊，所以即批人上后尾拢加入共产党啊，干我叫人抢啊！哦，啊，我就会加入另外一个反对党，就是加入这个共产党嘛。哦，这是自然的代志嘛。所以，迄个时阵，就国民党去抢中国了以后，逼中国人民加入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为什么会壮大？那是国民党家己伫咧中国内底贪污腐败、共抢劫所引起的。所以，国共内战为什么国民党会惨败？应该干，迄一定会惨败，好不？干迄我若中国人民，我嘛要加入共产党啊！国民党先挂嘴才讲啊，对不？哎、欸，有影诶，所以人中国人民做的是对的啊，人家无你读较戆的。你若讲吼，国民党今日所做的，敢那迄个菩萨共款，吼、哦，救苦救难，我相信你国民党今日袂离开中国。人一定甲伊讲拜托诶，菩萨，你留落来甲我救。你国民党，你唔通走。哦，你对阮真好，我一定甲你留落来。哦，即阵菩萨对阮偌好咧，对无？你嘛安尼嘛，对无？你敢毋知影好歹？干你国民党伊毋就是抢啊，干即波甲祸水，阮会哇。嘿啊，所以就是安尼，吼、哦，所以迄个时阵哦，大量的中国人民加入共产党，包括国民党的人嘛，安怎投共？迄原因就是伫遮，你家己国民党拢去抢劫，干你俩人看这干这土匪啊兵啊！嘿啊！我若无加入共产党，我下一个被抢的就是我啊！嘿啊！所以你讲来讲，共产党为什么迅速壮大的原因就伫遐，因为国民党入面拢甲中国人民抢抢，拢甲抢劫、抢劫啦！哦，你知影无？哦，所以国共内战最后国民党惨败，倒来台湾，叫美国主角甲接过来，原因就是伫遐。哦，啊，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吼、哦，伊你讲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国民党就是抢劫啦。哦、我讲抢吼，抢吼足济物啊，拢甲运来台湾的。你像我听讲有在黄金，敢那有三船来台湾，啊，搁故宫遐文物运差不多二十几船来台湾。哦，啊，搁一寡真济物啊，拢甲运来台湾啦，啊，才变作拢查拉会。即搭拢国民党有抢的呢，你知影无？咱你若毋信，你今日去看故宫遐个物件，迄带个物件拢啥物人个？你家己去想。
哎，迄搭拢属于中国诶，所以人中国为什么要把你台湾解放的原因，就是伫遐。你国民党即批甲我抢，甲我夺去台湾，你咪要甲你收倒。原因就在这里，你美国爱去处理这条，处理国民党啊，看伊要来甲中国人民抢啦。你一定爱处理国民党啦。咱台湾拢查了会呢，你知影无？故宫遐文物你要哪样处理？你蒋介石甲国民党即个插头，你要哪处理？这种抢劫呢，这种反。这种我跟你讲，这种是反人类罪、甲战争罪，这是最高法院讲的，这是国民党做的啊。哦，啊，这人讲的叫做无，人吼、哦，人咧讲国民党这种行为叫做无子登科啦。哦，什么房子、哦、条子、票子、车子、甲表子，行到对就是安尼落抢，嘿，就是要抢这几个名就对啦。哦，抢这比较有价值的抢。哦，啊，这些反正这种内容啊，您好、哦，家里可以上网去看国民党哦，在中国里面干了什么？人家今天为什么这么讨厌台湾跟你的中华民国？原因就在这里，那个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感觉人阿人阿强啊，对咱台湾，其实我讲到这啦哦，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啦。哦，我感觉因所做的，因迄个反应来讲哦，迄是一个人类的这个什么嘿，这个。自卫的心理、哦、所以我可以了解中共在讲什么，我可以了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的就是这样，你用国民党要把枪枪把我们的人抬抬干，你要走去台湾你就要刷、啊、这就是罪恶啊！你准说你是共道，你自己爸阿母兄弟向台干，你就要用这条条啊，你知道意思无？干你咪是强盗对啦，干你咪人强抬，我嘛要甲抬啊！你知道意思无？所以人你讲的就这条罪恶啊！啊，这人要狱啊！你知道意思无？啊，这两边的人都土匪啊！这我要哪讲？干这我都无啥解决啦！干你因这边有甲抬啊，另外一边冇甲抬啊，这要哪落啊？这我嘛无啥解决啦！但是我你讲的讲，你上无袂使让国民党这种土匪佫留落。哦，你美国家己爱反省，你看国民党这批人对工作到偌歹，啊，这就是咱咧讲的主权问题啦。啥物叫主权问题？就是你有罪恶啦。你咧安抚这批土匪啦，你咧安抚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这人阿强也无要帮你刷啦。你赶紧把国民党跟伊中华民国一下架就对了啦，那没有问为什么，那个不能再留了啦，那不用再留啦，这就是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给破军法，你美国跟中国自然就会倒倒好去。咱就讲安尼上无，哎，这个安尼个一个公道。啊，你伫中国，你个你伫中国伫面前笑，你面形形掉啦，甲你免阁留做查老费啦。啊，这国民党抢咱台湾的，你爱怎个形形的啦？破土啊，叫一帮人清零登记啦，嘿啦，你爱学诶。日本人安尼炸1000元离开台湾，嘿，安尼就对啊，清零好炸，嘿，让他一无所有。你若要共抢劫，你就是一无所有。你爱安尼来处理啊？你叫日本人走，即马你嘛爱叫国民党走？国民党伫台湾拢非法嘞，啊，伊嘛无法律用啦，伊无任何一条法律用留喺台湾。但是你甲留啊，我讲这就是你的罪恶，这美国的罪恶。所以咱咧讲的这种叫主权问题，吼、哦，哦，这反正你家己去看啦，吼，反正伊就是抢啦，吼、哦，反正有钱的，什么名画、古玩呐、啊，一挂家具啊，较有价值的，啊，一挂豪宅，什么干拢抢啦，一挂现金嘛抢抢抢，安尼行到地拢抢啦，哦，就是抢劫啦。国民党我讲的就是，你看，那么你讲的啊，国民党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最引起收复区百姓不满与反感的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比例。哦，你知道哦，伊就什么？伊就用一挂筛纸，哦，你知道哦，啊，甲你换你手头的现金，啊，甲黄金，哎，迄种抢，所以迄叫做强买。我摕一杯筛纸，我甲你用的，啊，甲你换你。手头的美金你敢卖？伊就炒迄个意思，但是你以前甲交换，无你恁家规家伙拢有代志哦，你知影意思无？啊，伊就是安尼就对啊，用笑的啊，
干你袂不爱甲你换个比赛呢？你著安尼去换伊啊！真诶啊，干你著换一寡西装啊！恁老师诶，即种钱都袂用诶啊！哦，爱叫做金元券呐、啊！哦，咱咧讲，迄叫做金元券呐、啊！哦，讲较简单诶，迄个金元券，互中国规个经济拢破产去啊！干拢讲干你即种笑诶嘛！我不爱甲你换，干袂使哩，袂使哩！你著是爱换，系啊吼！所以伊著咧讲即个物件啦吼，讲较简单诶，用笑诶啦。哎啦，啊，摕一批西纸，迄、那个金元券，我要甲你换你的美元，要甲换你的法郎，要换你的英镑，你敢卖？恁老师咧，你若卖，你才戆诶。但是无法度啊，你爱甲伊换，无你就变变啊，吼、哦。所以你卖国民党是土匪啊，吼、哦。好、啊、好，安尼这是国民党的土匪，但是国民党这土匪啊，兄弟，你爱去诶，伊伫咧台湾拢有做，吼、哦。咱捌听过四万换一块来。咱阁继续来看，伊过来台湾伊要怎做？哦，咱伫看吼，伊有一个四万换，迄、那个啥物？有诶代表四万去换一块，嘿，伊就甲恁吼台湾人诶财产拢收起伊诶手头，嘿，四万甲恁换一块。真诶，即批做物件假，即是咱讲诶金元券啊，迄伫中国大陆嘛有做呢，伊嘛用一挂西纸去甲换人诶美元。啊，去换人英镑，去换人个法郎嘞，即拢较早靠做价值嘞，伊拢摕伊个西纸去共换，才有价值嘞啊！啊，去共抢劫啊，去共抢买，你知影无？强买，伊强迫你啊，甲买就对啊啦，钱甲你断落，你啊甲买啦。干你用土匪啊，所以人讲国民党是土匪啊，就我恁爹家啦，你知影意思无？哦，所以咱讲个即拢真个啦，哦，咱无甲玩弄，你甲看。咱拄啊讲的这些物啊，拢伫台湾拢发生。啊，这台湾人民才挡袂牢，才二二八啊。遐人民，咱台湾人民起来甲反抗，干你个国民党拢有抢的啊！啊，就爆发啊！爆发了以后吼，伊就迄个派啥？派伊个军队入来镇压，入来开始做屠安怎？台湾就开始做屠杀，是毋是用开的？啊，伊是毋甲中国大陆拢共的，拢共款的。国民党伫中国嘛杀人咧，伊用抢诶，你若不装了，伊要甲你杀咧。你才入去台湾有尔哦，干中国嘛是安尼，所以人今仔无有国民党当伊就伫咧遮啊。人若讲干国民党要倒来，你嘛要倒来。人习近平嘛讲，你若国民党要倒来，免讲，不用谈，你知影意思无？哦，连谈都不必谈，因为中国人民也一定反对国民党回来。真的我没骗，国民党名声臭了了去啊！这我伫咧中国的时候，我嘛亲身问过中国人民，人中国人民安尼讲，所以人无冤枉国民党。啊，台湾二二八只白色恐怖，甲今日讲要转型正义，拢无在调，你敢看？这问题敢有处理？没有，还是没有。后来，哎，过来台湾多加什么白色恐怖啦，哦，政党之加什么一寡。党产啦，佮甲你付乌金啦，佮甲你买票啦，哦，啊，佮甲你霸占一寡财产啦，哦，日产拢甲你霸占啦，哦，啊，佮啥物美丽岛事件啦，哇，江南案啦，林宅血案啦，陈文成事件啦，郑南榕的自焚啦，太阳花，即搭一大堆的物件啦，你去看台湾人民其实拢在抗议啊，干你抗议，即国民党唔正经啊，规工拢甲你乌鸦乌的无的啊。所以就跟阿扁讲的那句话是对的，台湾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想多，就是国民党那批中国人霸在台湾不走，他如果不走，台湾问题我跟你说不收啦，不好啦，对啦，你说美国你自己是最重视人权的国家，你都说新疆的人权怎样啦，啊，这个西藏的人权怎样，你即马先看你的占领区台湾的人权安怎？你吼先甲今日咱讲的这个问题，你甲国民党处理一下。嘿，你拢莫讲别人安怎啊？你我甲你讲，你吼即马先处理台湾的国民党，即搭你先处理这个人权问题。台湾人无国籍，佮无政府，佮去国民党甲你抢劫，干阮台湾三万几个精英死喺国民党的手头。我问你这条小，我问你，你敢有阮台湾人一个公道？你好意思跟人家讲人权？那个美国真不要脸，我说真他妈的不要脸，你的敌人没在外面，是在你的内底啦，
就伫个国民党去批你先甲走咧，就对啊。你甲我讲个只物件先走咧，你就知影问题伫个底啊。先砍了，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嘿，台湾的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那是国民党的问题。无你中国甲美国加嘛，应该还阁未歹啦。你准讲是共产主义还是安怎？那个我感觉那个都是还是其次的问题。因为阿强啊，为什么对你美国就袂爽？就是台湾的这个国民党，你无甲处理掉啦。这人中国人民内底有一个民族的仇恨。你为什么放蒋介石的国民党干甲你们中国人民处理？你甲你们中国人民动啥小？阮即摆台湾人嘛足袂爽的，干恁老师的，你甲国民党个唔正小，下咧台湾啊，干恁老师的，所以人无要甲你好啊。你知影意思无？迄关恁就叠加人个反美啊？为什么反美？因为你甲国民党炸来啊，都嘛反美，笑的，迄个你个人啊。恁老师的，就是咱讲的，就是遮个啦。人家中国人民为什么反你美国？就是你收这批中国人内底上傲大，你知影？你培养恐怖组织啊！国民党就是恐怖组织啊！迄行到对人拢无要爱啊！迄下咧中国嘛抄，下咧越南嘛抄。啊，你甲看，那国民党去大过，你就衰笑。你就爱甲迄个所在人民作战。你看你外省安怎来的？就是你派国民党入去共抢，干咱越南人民看到美国要叫来，干恁老师的要搁派人甲恁要抢啊！恁老师的穿鞋起来甲你堵啊！啊，你伫美国你的子弟伫遐四六万拍二十年，你就是安尼啊！你死好啊！干恁老师的，你家己要处理掉就对啊！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啦！国民党这批垃圾笨手，你知意思无？迄行到地拢你知影？你看看拢造成当地人民的人权问题，搁你美国爱去替国民党出西话。你看你台湾问题，你处理落，你美国爱开偌济钱？你要哪甲台湾人人民回去咧？所以妈妈的，你甲国民党堵掉了，麻烦你行不行好？你知意思无？这批袂老的啦，这人哦，甲塞进去海底，我甲你讲，普天同庆。啊，这批都唔正经啊，甲即卖嘛共款啊，那个长那个样子啊。看就讨厌，我若看到国民党干，谁转台？我一听，嘴巴一张开就是妈的骗啊！迄嘴若拍开就两骗啊，迄都唔正经啊！哦，都是你讲这个代志啦，啊，这就是你美国甲中国未好，迄个源头就伫个迄个蒋介石甲国民党，你美国该要甲支持啦，人中国人民有一个恨啊，啊，这就是主权问题啦。问题点都不在别的地方，在国民党啊！啊，拢伫美国甲你放遐有诶无？你敢拢无看到？无你惊有蓝金黄，规个美国规拢乱了了，迄是啥物问题伫咧对内？你个草官头啊，啥物人甲你们放毒诶啊？甲美国放毒诶是国民党啊！我甲你讲，源头是国民党啊！你相信我，拢甲伊有关系啦，这毋正经。这叫乡民多鬼，你知影无？当你制造个挑拨矛盾，唯恐天下不乱。啊，伊啊乱的了以后，伊就去啊乡头底下讲，啊，伊就要底下砍高啊，底下谈。你知影意思无？这上唔加叫这批啦。最烂的是国民党，真的是烂，比共产党还要烂。共产党很烂，我承认啦。妈的，国民党更烂，迄种作为上歹的工具。像唔正经的工作拢去陪人做，哦，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哦，四万换一块啦哈、哦，白色恐怖啦哈、哦，哦，对吧？啊，你甲看啊，伫国民党内底，佫甲你生一个民进党啊，干嘛是佮要维持国民党伫台湾的生存啦？东山啦哈、哦，你看这拢还袂处理呢哦。黑金政治啊，拢乌道的啦，干你国民党本来乌道的啊，买票啦吼，所以咱的选举干嘛假的啦？哦，这有诶无？你看看吼、哦，美丽岛事件啦、啊、江南啦、啊、林宅啦，啊，即搭拢伫对来，干拢伫国民党来，干你若无国民党过来，有这今有这个代志哦，恁老师咧，哦，简单安尼讲啦，啊，内容恁吼，恁应该去看网络就有啊，这我袂讲。我就跟你讲，你美国爱较紧处理台湾的蒋介石甲国民党，
较紧破军阀。那破咧，即个问题就头头好。啊，甲人民讲个清楚，甲中国人民讲个清楚，甲台湾人民讲个清楚，讲这拢蒋介石国民党做，我美国无同意。即个唔知阿囝做，啊嘛有影伊做个啊。即人拢伊抬个啊，即名拢伊抢个啊。啊，咱即摆台湾的问题讲，大家拢咧讲啊，干拢有受害者啊，啊加害者咧，加害者拢抓袂出来呢。啊，你啥物人？你甲保护遐甲咱害加害者？什么人？嘛是你美国啊？系啊，嘛迄嘛是你美国咧保护国民党啊。所以人今日对国民党人这条小人要叫啊，人上帝要叫啊，撒旦嘛咧拖啊，嘛咧甲你拖落去啊，甲你美国拖落去啊，你就遮拢无处理啊。这人中国人民内底有这个仇恨呐、啊，极大的仇恨呐、啊。系啊，啊你拢无敢处理啊，哦。我阁讲一个例啦吼，看嘛，啊，阁有一个啊，阁有一个这啦，战士受，这个战士受连战，这嘛款，国民党过来，我就是证明讲吼，国民党这批唔正经，甲阮台湾抢了了以后，叫阮台湾人买单，嘿，啊，阁想讲要反攻大陆了以后，等于阁共抢，所以人后尾讲你这批中华民国国民党，你唔当甲我转来，原因就是伫遮，这个战士受连战。这个战士受天正讲啥来哦？你来甲看哦，这个足唔正经哦吼！反共抗俄战士受田为政院既定国策，经立法院制定条例，行政院提前颁发受田凭据，程序隆重，意义重大。凡领得此。此项授田凭据之战士，均在反共复国战争中立下伟大功勋和劳绩。战士授田乃为政府及全国国民对有功战士崇敬之表示。好、哦，现在大陆尚未收复，故乡父老犹在水火之中。此项救国救民国策之贯彻，有待三军将士协力完成之。啊，我跟你讲，这个战士受田正里面讲啥？伊讲咱国民党这批六十万的大军啊，反攻大陆成功了以后，咱会用伫中国大陆甲分土地。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国民党伫中国大陆都有土地？我问你，啊，你拍赢了以后，你是要哪？哦，合法摕到你的土地分哦，你只60万的战士，我讲一句话，你嘛是中国人民，你嘛是要跟中国人民抢再抢劫一次。你吼、哦、伫中国大陆共抢一件，人甲你赶来台湾了以后，你吼、哦、佫共用一个照，你佫共用一个照条讲，我若佫反攻大陆回去的时，我要佫甲中国人民抢一件，莫怪干恁老师的，你咪无你回来。你知影意思无？人毛泽东甲这批倒来换掉，习近平甲今日嘛安尼讲啊，国民党要倒来不用讲，你就是倒来要抢嘛，甲你老师的，你若要来抢我袂晓哦，我爱你倒来哦，你知影意思无？伊今日讲的就是这啊，你战士受田镇，我问你啊，你国民党伫倒位中国有合法的土地啦？你真正倒来了以后，你用分人？干你嘛是甲人民抢的，甲中国人民抢的啊！你有土地，你双脚夹一只篮包走来台湾输了了，你还搁倒有土地？哦，你话画一地，人家有讲要给你，所以人讲国民党有抢的，就是啊，伊哦，即摆反攻大陆，等于要搁人抢，莫怪看到国民党往死里打，啊！你这戆的台湾人去对国民党啊，你做伙死啦！戆诶，你知影意思无？人你讲诶就是这啦。即、這个战士受田正，你爱好好看看国民党要哪搁想要倒去抢中国。啊，我问你啦，伊吼抢未着中国了以后，我问你，伊用即个战士受田正抢，你知影吼？去抢夹啥物人？你知影吼？抢咱台湾。即、這个战士受田正了以后，咱台湾诶立法院搁用800亿甲买倒，搁甲阮台湾人抢第二个。干你娘！你知影，所以国民党这批上唔正经，
伊要甲中国抢劫，搁甲咱台湾人抢劫，干拢甲人民抢劫啦，拢用骗的啦。带这个战士受天正地好，我甲查，我无甲你骗。伊就讲我反攻大陆了以后，恁的土地我划划了以后，我要互遮个人民。恁老师的，恁毋共抢的吗？无你国民党倒去中国有土地，你用本人，你讲啊，倒去你的，你有害我的政府啊？你反攻大陆了以后，你要哪本人？你要提啥本人？嘿啊，所以你国民党当伊就是要用抢的啊。所以人证明讲国民党是土匪，人无爱互当伊就是伫咧遮啊。啊，甲你赶出去，干人无爱互你当来啊啦，你知影意思无？你敢讲的就是这啦，唔正经。啊，这过来台湾嘛，甲阮抢呢。啊，这个战士受天正上限，你要啥物人买单？哼，台湾人买单。伊阁甲你抢一个。这个战士受天正是上好的政府，国民党你抢中国。甲抢咱台湾人民，唔正经，不要脸，你知影意思无？迄人讲的土匪啊兵，好啊，即摆大家拢住豪宅，迄个我上一章讲的拢讲的，你家去倒我这两章再讲的，你就知影讲咱哦，台湾问题甲中国问题最核心在哪里？就这批土匪啊，香槟多贵啊，迄也要赚，迄也要赚，迄也要赚，规工都伫遐浪钱啊。甲恁老师啊，拢美国造成诶，唔正经。你放这批国民党伫只乌白乱吞，制造一寡是非，互咱大家伫遐无用，甲恁娘咧吼。所以哦，我甲你讲，美国你也要处理先处理这個，这就是上好诶政府。你甲调查就是我讲诶安尼，这就上唔正经诶啊，哪有这个物啊？哦，所以你就知影，台湾问题跟中国问题最核心在哪里？蒋介石跟他那边那帮土匪国民党，你先处理。你若处理了，这刀你甲留了了以后，你就知道问题伫对啊。甲我讲的是讲的哦。好，今天到这里哈，谢谢各位。